耶、yeah, ！我们要去塔拉纳蒂。耶、yeah, ！我们要出发了。耶、yeah. ！哇，今天是好天气。而且唯二的休假就去爬山，好累哦。这就是人生，到底台湾人是疯子。好，耶、yeah, ！出发。耶、yeah. ！我们终于来了，塔拉纳蒂。今天要来两个假日，因为我们礼拜一有一个劳动节，纽西兰劳动节，所以我们来走一下 track。很累，礼拜一到礼拜六工作，然后礼拜天礼拜一爬山，真是要命！走啦！我们好累，主要是礼拜一到礼拜六的工作太超了。没到上路，那个人走超快的，我上班就是太认真了，我就是最累的那一个。欢迎来到阳明山国家公园，终于走到小屋了，但是。睡地板太多人了，因为今天和明天是哈尔滨、走了两个半小时。现在是凌晨四点，我们来拍照。那边就是塔拉纳基啦，塔拉纳基。今天早上很漂亮，昨天都完全看不到。原来都是云雾。云雾一片。阳明山国家公园。像阳明山国家公园。现在我们来到日本的小富士山。我们现在在日本。日本的富士山，耶、yeah yeah yeah ！我们在日本。等待日出。就是月亮现在的另外一边。对，是那边。那这样子拍过去，哎、欸，很棒哎！今天终于有拍到日出了，日出。好多人哦，因为今天是纽西兰的劳动节。好了，那去。好的，现在是早上六点多了吧，七点了。Oh.
拜拜，卡拉麦，下次不会再来了。不会再来了，不会再来了，就这样了。15块钱睡地板。Never see you again. You no good. 我要去南岛了。You doing videos? Yeah. Hi. Say hi to Taiwan. Hi Taiwan. Bye.这是南半球版的富士山。对，南半球版的富士山。哦，云海上来了。回家。明天又要开始继续上班了。我不要上班，我要放假。呼呼，拜拜拜。我都没有录影介绍我的旅行小伙伴。旅行小伙伴的担当这一次是台湾人，上一次是西班牙人。我苦求了很久哦。这一次是台湾人。我求超久的。闭嘴。Shut up!